我们好像无敌了。我要从上出发。赌一把板猴怎么样？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赌一把板猴。实战训练，就一张板猴，赌板猴牛怎么样啊？不行吗？龙我也不想玩，炮手我也不会，赌板猴呗。碗豪太少了，你怎么能知道后边他就不来了呢？万一他后边嘎嘎一顿来，他不一定。我先让这两个后排上去送去，然后打死一个呢，这碗豪加攻击力。先走连麦，选攻速。天正不朽吧！还行，不像是有同行的样子。
喜欢拿攻速啊！我操你猴子！喜欢拿攻速。应该是谁也打不过，因为我零级呗。你说这瞎子我拿不？不拿了，没有意义，卡钱了。瞎子拿我还得卖，不合适。寒冰为啥放第一排？因为我想让婉豪后死，让寒冰先死。这怎么办啊？差一块钱。算了，乌鸦还是拿一下子吧。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确实，乌鸦还是拿一手吧。哎，我操他妈，你没输过是吧？这不恶心人呢吗？没输过是吧？哎，看谁先到。看我的吧。神龙赐予我力量。应该能打吧。没事，真少啊，不是很多呀。熊要不要啊？寒冰卖了，寒冰和熊卖了吧。差三张，被要求。我操！
很有面纱。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开眼也没有啊，这我就再来一件装备啊。离谱不？你说你们说离不离谱？那三个二搞个龙女出来，你说离谱不？我那晚豪都没删呢，人家龙女出来了，吓人不你？为什么不能让我的碗豪删一下？为什么？在没有同行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不能让我删一下？这不是同行吗？这是个粑粑同行。哎，真他妈操蛋，操！大剑还乌鸦带着，他妈上就合了，真恶心。这些蓝莲汉的翘臀，手臂可守。我从不失手，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。我就毙了，不删我就死。升不了就拉倒，谢谢皮卡丘雷丘的飞机，谢谢。今天黄金双倍亲密度啊，兄弟们，然后我们现在差点送礼人数，差七个，来个一毛钱大气就可以了。下车下波再递不出来三星满豪直接投降。看来这小子已经投了，他放弃了。谢谢高富帅，谢谢四没有小友呀。
我暴揍的光头。还行，出来了。有没有小巨人？我地下的不行吗？陆翼龙拿冥想咋的了？陆翼龙拿冥想不也回蓝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不回吗？晚豪没有回复，怒翼龙不是回复吗？怎么没回复呢？来个亚索，很关键。
响。银血剑，龙爪。银血剑吧，真暴力啊！我这碗豪暴不暴力？塞纳换寒冰。没什么区别呀，多了4%的法强，哎呀，不是很重要，无所谓了。我们好像无敌了，我暴揍这些法师。小刷一下，递个蓝 buff。还也上个冰心，泰坦可以给，那已经给冰心了咋整啊？给个羊刀吧，为什么不上后排杀光头呢？看我的吧，升不上去咋的？
哎呦我操，这龙女真吓人呐！能不能再让我往上续一下子？拿个第六吧，拿个第六。给张怒翼龙呗。我总能找到。行。牙锁怎么是两星儿的？没办法，兄弟们，跟他们没个玩儿。这啥质量啊？简直是没个玩儿。确实尽力了，那咋整啊？你瞅瞅，你看看这啥质量？你们自己瞅瞅，一个他妈七级龙女儿，一个这样式的，这咋玩啊？这咋跟他玩啊？玩个屁吧！这，我再来一把。